水，听江水客走，夕阳凉，初月日出，看寡人民思乡。下水到位开社保多，下水开刀准备接水啦。小贝哥，啊，你都无老嘛？越卡到越心痛，你好大力夹他！来，叫叫叫！阿来有人哦，这是大家人听回来的呐。哦，小贝刁民笑死呐！来，讲啊，爸，我要挖你啊！咱俩交好了事情。我看就知影吼，你唔感觉我害啦？碰到底名，我这条线慢慢甲你算。我做唔出面哦，英明，因为我不知你的姓名，你都爱感谢，感谢听伯公来相济来鼓舞。如今呢，虽然从你细碎的下面，但是发衰了无，应该从你境界看得到。你老你上个红帕，是你听阿叔，不是我听阿弟啊！哈，哎呀，哎呦，别讲那个，讲你这个，再讲那个，哦，那个是你红帕来用啊，来，听阿弟，你我，阿那个你管管啦吼，管管是我要的啊，没事啦，在那话说的，你该让你当下条件，到底是不管你来归顺呢？所以我认定小心。用我可以话一剑出刀下。哦，你连话你刀行就好，单行也笑死你哦。多退。你到了，哪呢？你赶紧的，随一命将晒来听哦。是我改错嘛耶？你两个臭小子，错你！娘哎呀！娘哎！娘，你做哪了？我唔对。哎呦，你来这么慢哦，差点睡无安嘞。但是我为着你嘛心烦哦。你还我放心，睡我的命啊！变态！母亲，你来收留你，抗拒万岁一嘞！你阿妹，下万岁，容易。我今日来到东亚书店，可是要献官归行吗？放下心中愧，当初是我为着要修炼，遐伊请求了，请了落花火，偷偷入侵，现出是一名兵，我匹配他来为妻，伊就十分的生气，诉求我官礼归用。原来个花火是恰秋凉所假嘛？是啊，可恶啊！不管谁啊，那如今若我一旦不善于恰秋凉所假，你到底有何打算呢？是嘛？你尊重我哟！来啊，你啊！啊，哪有地方你详细听啊呀？